我呢？四个人打他自己，李子哥趴倒在地，趴的不动了，躺着不动了。吴金才小伙子喊人拿东西，中间都有人出去，都出去拿东西去了。说来了一个人，八个人拿了钢管。他们知道他有艾滋病吗？知道。知道他还打是吧？啊，他这个指导员是吧？指导员人家带着打的。武警总队的指导员带着打的。哎，对，啊，那他打的那个事是不对的，他违法的。那现在你当时谁说的？中国的这几种抗病毒药物，副作用最大的，联合国都不推广用的，现在中国恰恰是这种，好多病人吃这个药吃的这个副作用非常大，还有一个小孩吃的神经不正常。对，在上初二，是咱们县的，就咱们县的，像他，他这都吃那个抗病毒药导致的，哎，吃的，吃成肝腹水，哎，吃了肝腹水，那个他那个药伤肝伤的非常厉害，吃那个药都现在都没办法，他要不停，他就是说这些话，他就死了，再吃下去。送你去第二医院，因为车祸去的，他们怎么知道你有艾滋病呢？交警嘛，交警去问了嘛，去问我调查那个情况嘛，然后他们那个把那个本儿给拿出来了，他说是这个，一说是这个病，他们那个医生护士全部都吓跑了，在那个地方躺了3-4个小时也没人管，砸上水也没人拔。医生护士吓得全吓跑完了，一个都没看到。后来咱们县的病友都来了。病友来了以后，一听说这样的情况，肯定很恼啊，生气，哎，结果把他那个东西一砸掉。后来怎么住到这个医院来呢？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嘛，就把他那个卫生局的局长啊，还有那个县长啊，管我们这个一点那个县长，全都过来了，结果才转过来嘛。那你们都有这个本啊？都有，每人一个，有相片，有哪里人，然后有。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3月3号。对，这春天。就你一个人在家里种地了，嗯，也挺困难的，是肯挺困难，别哭，你别哭，真是个大窟窿，这个窟窿真大，政府戳这个大窟窿啊真难补，死人太多。我们去一个村，3000多人的村子，1500多人买血，800多人查出来艾滋病，还有500人没检查，就真严重。厉害不厉害？去了啊，我5点多一点都回来了啊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死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谁也不知道，永远是个历史的谜。为
为什么呢？80年代都开始死人了，那会儿不知道有艾滋病的，他不是卖血，对不对？90年代初都死人了，我是96年遇到艾滋病，我还不认识的呀。给。你说这个输血的感染的比卖血的还多，现在的话只是不公开而已。不公开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因为这个输血问题与当官有责任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制止卖血，我过一会儿给你个材料。不是河南，而是全国性的这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现在在宣传上不能实事求是，而且更要说人家是吸毒传播的，人家是嫖娼卖淫传播的。我不否认性传播，我也不否认吸毒传播，但是绝大多数是血传播。另一方面，这个样的话弄得病人受歧视。因为他道德有问题嘛，所以他不敢公开身份。现在大概有，要是好说，是有1/3不敢公开身份；要是狠说，是1/5都不敢公开身份。高老师，您的时间都放在这些上面了。哎，我退休了以后不是没事儿吗？印书、写书、编书、送书。这个小东西我已经印了。120000了，到底下到农村到那集镇上的封墙。你免费送的是吧？免费，都是免费送的。你看今天送书给恁也是免费，我全是免费送的。为啥呢？因为老百姓没有钱再去买这儿，另外一毛钱张你收点一毛钱，对吧？锥子都放到这里。你看你今天来一点事没有，要搁到你赶5年前来。他敢抓住你，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，先饿你。要是逮住高延宁，就是复旦大学教授，逮住他，只给他50块钱，逮住我是500，谁都知道我的身价比他们高10倍。把您逮住了干嘛呢？逮住了，赶我走啊！不许在村里。不是在村里，就看到我上车走，他都心惊了，他不叫我在了。我赶过，我在卫视都赶过。他赶了以后，我跑一圈，我再回去。我回去，我不上县里去了，我也不上乡里去了，我就到那村庄里去。那一天，我走了7个村，我见了100多艾滋病人。你说每一个水塔下面都是一个？对对对，都是一个高发区，都是一个高发村。襄阳咋这么多坟地啊？我是后阳村嘛，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十一二个地。这个村，这个后阳村现在还有600多个感染者。可能最近几年死了300多个。我们属于最早的时候属于信仰专区嘛，那么信仰专区曾经有过去的离死，就是说那饿死了很多人，50几年就是我们父辈的事儿。然后后来到了七几年的时候。苏马甸特大洪水，大概把我们这一块冲死了成千上万的人，淹死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很多人家房子给冲没了。然后这七五年的时候，你想75年到80年，短短的几年时间，那么改革开放嘛，改革开放对农民是一种诱惑。那么我们才考虑到，就是说房子没房子住了，土地刚分开，仅仅过了一段好日子，就没几年。但是紧接而来的什么呢？改革开放以后，就是说农民的苛捐杂税各项的费收提高了，那么正好血浆经济产生，就是说有人去卖血的话，就带动了大家都去卖血。但是后来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，90年代初的时候，几乎全民皆兵了。河南当时400多个血单。
几口人在家里？家里总共六口人，还有小妮在上学，在初中，两个老的。家里几个病人呢？三个病人。房子现在都要塌，现在没头住了，现在住的地方现在快没有了。那时候都压上台传回来说卖些卖些的，俺这边一去一想到杨科那几天人家要贷款回来也去卖点，一卖卖的都让那又逼都要那个贷款还不上还得还利息，想到卖回卖的卖的去我卖几回卖上瘾了都那去，他卖几回我卖几回，也没有法给人家天天住那卖都，光死了我也去卖一回，俺两个一说卖六回也不卖几回，最后给他一查，他说他是的，我又查一下子。都才春秋那时候我也回来打工的，也是打工，也没有想到我身体那时候好好的，没有想到是那小孩一查出来的，我都一那时候都吓得都要活不成了。现在我们村现在12个感染上的，现在已经死了三十个了，两名三门的，现在已经按9个，俺那一个村庄不大，一定三家没有人了。三家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，现在他有一个户儿，现在一定没有下落，一天一个人10毛钱，现在国家一月40块钱，想不到一个月40块钱。怎么说的？他说他那边有人，有当干部的在他家监视起来了。干部知道我们了。知道了。不让去他家了。对。燕军呀，他西藏家不管过去了，他有人。那我们的行李怎么办？我们政府都不承认有这个病，现在都是恐怕都是不让我往外头说，现在政府现在都是封闭了这个消息的。你说今天晚上也不能去看段军啊？你肯定不行了，现在段军是到处都跟着的，政府的跟着的派了人都是监控那里，晚上也不行看。那不行，要行了，我现在我都可以带着你去。你昨天还去了段军家是吧？前天去的。他干啥坏事？他现在不是段军，现在收养现在都孤儿嘛，收养的病人孤儿。孤儿为啥不让收养？他不让啊，他现在说这孤儿来的不明，现在孤儿现在不敢公开，你知道吧？一公开现在都是现在他的家属怎样办？现在小孩走到这个孩子到以后走到社会上，现在都是恐怕对他有影响。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都是有商调的。我们这个地方有偷火车的，离火车道近的有偷火车自杀的，有撒尿自杀的。在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不是有得上这个病刺激疯的，现在一定好几个，现在都有好几个。现在都我们这个村子的，都在一个邓庄村的。这神经的一定好几个了。但是您父亲怎么死？撒尿自杀的。就在家里。在我家东。我家东那梁上上吊了。我从得上这个病以后呢，俺父亲一定产生都那个，都是自杀心理。当时都是有病也不看了，啥也不弄了。现在都是我心里啊，现在都有一点想死。我现在都对以后没啥希望了。我现在都不想活。去年我都自杀好几次。住俺那个地方可以吧？你叫我报销。上俺家可以。住俺那个地方。
小安在那个地方卖鞋吧，都是写的从某地方市放一站，是红十字写的，159，都159都是济南军区第159军站，开这个鞋站，公开鞋站。这个鞋抽了一把的，他是给你这个会鞋当中的。俺都是从那个时间干上的，当时不知道。2001年的时候，他查出来病了以后，他跟我说的，他说他得艾滋病了，我根本也不相信，我想咋会得那个病儿的？你看，这个病在我们这个地方还非常受歧视，是感到非常绝望。回家买了两瓶安眠药。他说的，那个他不想活了，这那的，我说那个，那你要不活了，你咋能干？你要不活了，俺咋能的？我说你要死了，俺咋能？孩子咋能的？当时我们村就是刚刚死一个，就是因为艾滋病死的。看他那个惨状，就是非常什么，痛心。他的情况非常惨。感觉自己得了那个病以后也不想活，就服了安眠药。那时间谁一听说艾滋病，还就说比什么都可怕。过节了。你当时是抽多少血能够得多少钱呢？抽一次血都是的，都是掏3块钱的化验费，另外的都是给你都是合格的都是。都是45块钱，45块钱都那2点血，800cc 的血，45块钱，800cc 得靠上，得以上。当时我们卖鞋卖的都是有时间都做不到家，都是昏过去乱了，都很多人。有时间的都停到床上都昏过去了。就是在抽血的过程中昏过去，都在抽了，都是人不行了，都马上给你弄点水儿，嘴里给你插个管儿，都是吸了这个水，身上歇着了，身上都是哆嗦了，都受不了了。你有过那样情况吗？我反应好几次的，我不单单，我都是抽了血以后走到路上还昏过一几次的。当时有没有想不这样做，放弃了？不可能会放弃，因为啥嘞？因为得拿了那个钱回家，还得办点正事了。你过不去，你得想着得回家得买点化肥呀，还得娶个媳妇啊，那个啥的呀。就是你们采访我们，然后政府要是知道这个事情，会对我们产报复，政府又会抓人了，又是。还威胁。嗯。经常危险，有时候还要停药。你自己感染了？我现在也感染，我也参加卖血了，我不感染吗？那时候你想想，还有2个孩子都上学，一个都他刚才说那话，你这个俺四口人，种6亩地，一年得交15点麦，15点麦这个麦钱没交上，你又不能算到这个钱，另外这个钱40万又不够。而且还得再往里贴着钱，这个钱上哪来？你不去下那个，不去卖这个鞋，还得供应小孩上学，你说这个钱咋收？当时这个大人小孩嘞都知道这个膏药。这个93年那个不平衡，卖了鞋交提成，交这个提成款。不是都写的鲜血光了吗？姜子牙的姜。当时不是都是鲜血光了吗？这个卖血的这个膏药咋唱的？这个胳膊一拳，这是50大元；胳膊一抻，别上一针，都是天天都是，8名7招的都是天不亮都是出去卖血。当时是血站的人宣传的。嗯，有一干工。卫生部门。嗯。嗯。卫生局宣传那个大力宣传，不但宣传，而且还是大力宣传。那东西那不是国家那时候要不叫要主张开这个血站，谁去弄那害那么些人往弄？段军是在电话里哭了。
对。真哭了。真的。他也搁那儿，他也搁俺家。我问他，我问他咋回事，我问他你跟前有人吗？他说有人。我咋回事？他说现在政府派人24小时监控，我一点自由权都没有。你要说你政府，你有啥目的？你管说，你不能进。作为一个公民，都有自由权，你不能跟没你一点自由权都没有了，你还是啥中国公民呢？真的准备去两会期间反映情况去啊？对。是去北京还是去？北京啊。哦，去北京打算反映一些什么情况呢？也熟悉了这个。书写我们现在都没有证据的，想讨个说法。再一个是低保，现在是每天只有4毛钱，根本都没法生活。肺肺，以前他们身体是不太好，是吧？俺都病了几年了，病了都得30年了，天天就他妈妈经常的弄弄水一弄的，上新疆都无带说上哪，上上海、上郑州，上丹村，跑了4所医院都跑过来呀。你不就他妈苦多少呗？这一回病的最狠，到了医院里，跑了不少，咋弄啊？跑啊！他爸跑，他爸又找人叫俺到了医院里，他爸派到了去借钱，派到了找钱。但是你女儿生病后花了很多钱是吧？对。大概花了多少钱呢？大概11万左右。钱是自己支付的？对，有些是亲戚和朋友的帮助。一直没告诉父母？对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嘛。歧视也特别厉害，好像他知道以后，村上都知道以后吧，有一种压力，父母也不好做人啊，感觉。他姑姑跟奶房也是新到奶房，天天他姑弄着去，也是往家给他弄，给他去弄弄，叫俺孙女挂路，给他去弄那买那好药，都知道叫俺孙女叫他挂路，叫俺孙女吃了好病的。都人都没办法，是亲戚，他舅舅，他姨都给俺几家子都供养俺呐，供养俺这个小孙女，都拿钱，成钱都千八百给俺往这拿，都供养这个俺的孙女，你咋弄呢？都是困难到跟你说了，没法，没苦可道，感谢神呐，是吧？求你让俺帮助吧，哎。去看病也是没钱了，到那里边要钱借钱找钱，家里花的没钱，反正是都只要借你帮他都要帮他。他去世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去世以前的情况倒是胆身上瘦，亏了，嘴里起那个白的，不能吃饭，饿死。现在一天4毛钱，这生活咋过？你说家庭困难不困难？他98年不在的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我领俩孩子。他在家也是也没人了，也是原来妻子给他丈夫他两个离婚了，去年也想自己也想不开，往下过了没啥过头了，自己投河自杀了。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感染了这个病以后，妻子离开的很多，这妻子有的离婚了，有的不离婚都走了。他这个都是5年没人了，小孩也不回来。去年死了以后，到水边火化场火化了，骨灰盒弄过来都放屋里了。那谁给他办的后事呢？后事是他几个哥给他办的后事，给他兑钱，
叫这事给他办办，办了以后鬼盒都放屋里也没卖。昨天上午也就把妇幼保健院去给封了，把门。有二十多名，都是妇女，因为在95年到99年这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们管的学业不远，在一方面私自建立黑学部，还有一个是这些医生为了自己的金钱利益，国家的文件一个你发，从88年发到93年的7月20号。还有95年的3月9号，一个你都发这些文件，禁止乱输液、乱采血浆。哎，这些医生就是说，哎，你们下文件下文件，哎，我该给你们输血输血，我该中间吃回扣吃回扣，所以造成了今天这么多的妇女，今天就是说，搁这个那个啥，把大门给他们封了。就是说，妇幼保健院你没有资格再给很多的孩子和妇女看病。把门卸掉了，卸掉了，没门了，没门了。他们就害怕，因为就是说把门卸掉吧，以后他们堵也没法堵，只能这个样。他们就是为了吃这个血浆利益吧，给你输上这个血液。中间这边是卫生局，你在这边，你输血，你防疫站你怎么防疫的？你防疫站都是国家的防疫站，你作为国家的公共卫生，你管理的。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禁放接待场所的，五、煽动、串联、胁迫、以财物诱使、幕后操纵他人禁放，或者以禁放为名借机敛财的，六、扰乱公共秩序、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。第277条，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罚金。第278条，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事先也没通知你们说不谈了，没有，他没通知俺不谈，俺去找他一来，他那没人了。我觉得政委运气的运拖一天是一天，我觉得俺把这人拖的实在没办法，我觉得下一步也就是，这俺给这个吃喝住饭钱交给俺400块钱，这委屈找到去了，还带我说大学，治病花干当咱那边也治不好病，那病治了倒是。您这是在哪儿感染上的？哪个医院？俺在妇幼医院的。俺能上房，走上房的路还。县里面去的解放的，他就是叫过来也没说啥。还是没给解决。没有，也没说啥。回来跟他也聊了，也不吭也不哈了。你要上新房呗，看也起不了啥作用。下一步咱们，俺就是说的，等到上午不中，等到后上，看见人不见。要不见人再说，那咋弄啊？我就是现在，俺就是没主张。原来就是说约定的26号，今天又是星期三，又是上访的日子，接待的日子。我们到政府的时候没有见到任何人，所以大家都出来了，没有就是说对这一次的谈判，非常失望。我感到就是说可能。还会继续上访。
走上访的路，可能还要去继续走。我是厦门炒饭菜，炒饭菜，炒饭菜，有里面钱饭钱，谁要有钱谁有理，没有钱愿意活该。这是我。这个也是我，这个也是我。嗯。哦，这个是我。安南和安爸。本来庆祝三八妇女节嘛，世界妇女节，我们做了一个横幅在外边，也没吃，对，也没吃起来。官女也来看了，他们你们三八妇女节要搞什么活动？我说就是庆祝庆祝，结果呢？没有搞成，他们天天就是把你软禁在这个屋子里。对，我天天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天天你软禁我，我就在电脑上发信息，所以呢，每天发生的什么事儿，底下这些妇女怎么软禁的，乡政府怎么说的，我都发了。你看哈，河南省零陵县38名妇女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，9名儿童母婴感染。都你发出去了，他们才知道哦，电脑已经在操作这些问题。你看今天上午。河南省宁陵县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，有20名到本县妇幼保健院索要赔偿金。妇幼保健院，医生孙文林和黄振荣为了自己金钱利益，私自采血浆，没有查血液，造成宁陵县20多名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。这些妇女不但感染了自己，也感染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。这些妇女到宁陵县法院，法院不给立案，说上级有口头文件，因血液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。这就是宁陵县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。对了，你现在就是说这五狗得抓住这一班的妇女的罢名了，好长时间没抓住了，这些都抓住了，抓着这本来是这一班的妇女有理，得吧，先把身体养好再说艾滋病宣传这事，其他啥都不叫他说，现在其他。是相知，常年。啊。是相知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相。是那个医生给我们一说，他当时拿一个化验单，我也不懂，然后他看我不懂，把我叫到办公室说，说你这孩子是艾滋病。我当时一听，完全我就是根本不通过脑子，我就说不可能，我们怎么可能得这病呢？然后他就说，你孩子输过血没有？我们说我们输了，我们是在北京输的，我们是在北京最好的医院输的。这件事儿确实涉及到北京的用血安全的事儿。另外，我们也觉得证据比较充分。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输血还会有这样的风险，然后出了这事儿以后才知道，哎呀，早知道这样的，真的不输了。那是哪年呢？2002年8月。就说为什么走这司法程序？一个是我们相信无司法，另外我也想，你审查一下北京的用血安全，这个不是小问题啊。我和他爸爸都验过了，都没有事。然后这孩子这么小嘛，不可能吸毒啊，这些这都不可能。就唯一的就只输过那一次血，而且在那次输血之前呢，我们验过 HIV， 当时是阴性嘛。然后后来他爸爸说，嗯，有证据吗？有。啊，对我们出了证据了，一点根本就不采用。因为我记得很清，他现在他那个社会报告上还有那个单子。因为当时我就说手术以前做的那项实验，然后说什么，我当时我就记得很清，我当时就说了，开玩笑跟病友说，这不是，这好像说是，好像是那意思，就是说为了挣钱嘛，你干嘛小孩子验什么？结果到最后现在就是对我们来说那是最有利的证据，因为我们在那之前我们没有。一判的时候，甚至北京市委宣传部他还控制舆论了，2003年他不让报道。后来事儿报道了一下，是因为到了2004年，有些媒体就是
就去闯到红灯了。那你2003年下了通知不让报道，2004年你没有下，所以说就在2004年年初在媒体上也报道了一下。反正现在是两审判了，都是败诉。打官司打了多久啊？从2003年的12月到2005年的12月。还准备继续打下去，还是放弃？我这件事我倒这样想的哈，我觉得国家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。你本来有可能就是管理和技术上的疏漏造成一些错误，你现在这样来判决，我觉得他没法向社会公众交代，你又把司法不公再引入来了。那这样事儿既然我们走了这一步了，那有可能就继续要求申诉，去检察院抗诉。这样有可能这件事儿有可能就会把立法机关跟监督机关又是扯进来。那如果就是说，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政府、我们的司法体系对于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老百姓的这种维权，他说采取这样一种，怎么说呢，这样一种应该是采取欺骗的态度、不公正态度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话，我觉得这跟我们国家构建什么和谐社会那真是背道而驰的。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承担这个苦难，他不在我身上就有可能是别人来扛，今天是你，明天就是今天是我，明天就是你，后天可能就是他。实际上这些人是承受了是民族的灾难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这是2002年输的血，我是在北京输的血，我是在全国最好的医院输的血。如果我们这样还不能够安全的话，咱们国家的幼血还能让谁来保证他的安全？然后有一段呢，孩子感觉到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，就跟他倒气那样。当时实际上我是做了一个准备的，我那个准备可能大家想不到我做了什么准备。你做了什么准备？我说如果孩子真不行了，我会把孩子身上血弄一点到自己身上。孙杨，你不能这样的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他现在一个月可能也就不到1000块钱，那个时候十多年还没有免费的，光买药都不够。我们两个没说这3年就没添过一件衣裳，孙亚从来都是穿工作服，一年四季没穿过一件自己的衣裳。而且这个事情无论是医院还是血站都一推625，他们如果不对这件事情负责的话，你说别人的孩子又会怎么样？别人做手术的人又会怎么样？我们这边是事情已经出了，以后还会不会再出更多的事情，谁能保证？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走下去，我们就是让他们承认这个教训，承认这个错。我不去传染别人，我传播自己行吧？如果身上有那些病毒，我会认为儿子还活在我身上。蓝天和大海上亮过，月亮就要这一颗，爸爸和妈妈商量过，宝贝就要你一个。Thank you.
老伴儿去世了，这段时间您一直在包书啊？我才包三天，那几天的话我包不下去。我怕我突然间，我现在心绞疼，心肌三面缺血，就是这个情况。反正时间是不会太长了。试一本，就给他试一本算，好不好？啊，五月那个，五月九号参加那个妇女的会议，全国各地的书记感染艾滋病会议，还有其他女性，一共是40人。我想把那个高老师的那个10000封来信跟那个丁壮壮送给那些女性老师。那你肯定拿不住啊！我拿不住，我给胡家寄过一个回家，他又啊，先寄给胡家。在文革的时候，我母亲挨围攻的时候，在大街上那个场面我是经过了，我只是记住了一个，就从医院走到大街上，一直在往前走，一直在围攻，我就形容了，就是说我母亲站在这个位置上，周围全是人在围攻她，她在正中间，大家就围攻了，就她一个人。当天的就吐血了，当天中午的就吐血，就羡慕，要1点多的样子吧。文革为什么批斗你呢？我有三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我出身不好，阶级问题；第二个问题，那个时候我是做第一把交椅的妇产科的大夫。抓住我的问题的，就是说，我一天都挂100多子宫，实际那是政府叫我挂的，我有那个本事敢挂那么多人工流产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有个罪名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。我的高帽子三角，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，一个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，一个是反动权威，那个长那个铁丝比我人还高嘞，带着。我在太平间里头休息了，不是断水房了8个月。当时你怎么想的？当时我不想活，我有3次自杀。你不问这段历史，这是第一个人问这段历史。你不问这段历史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有这样勇气来反抗。特别是我服毒以后，2天以后清醒了，那会这一个闺女在幼儿园，他们3个人站在我床边喊妈。从那以后，我不死了，我总有一天把这贪官污吏的事情给掀起来。我觉得我要死了以后，我更掀不出来。我听说您跟吴仪副总理啊谈了4个小时。没有，2个半。2个半小时，您都跟他谈什么了？2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艾滋病造成的孤儿可怜，将来会影响社会动荡。第二个问题是假医假药，叫老百姓看不起病，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冒。他就陪着我问我，他说发现不了咋办呢？俺俩说说，他又陪陪问我，他说打不住咋办呢？我说打不住是你手不狠，发现不了是你不成熟。我说我领你去看看吧。呀，他说那没有时间了。还说了点啥？啊？还说啥了？就是这2个问题，我没说河南报复我，因为啥吧？我要说报复我以牙还牙，显得我的水平太低。后来刚刚您说您儿子还判了刑啊？3年。当时他多大呀？14岁。他坐牢，您去看他了？哎呀，不要替我去看他。没法提，所以我同情罗哲也是从这开始的，要否则的话，我点着头干上这10年呢，已经10年过了，我还得到很多人不理解。这个给你个好一点，因为你远，还有提包，那不给你了。高老师，你连个绳儿都舍不得给他。长这绳。我给他试了，我给他试了。一会儿还有嘞，不是舍不得给你，
将来都得卖呀。我没那本事去市上街上，也卖包的让那剩老头去市。我老头早上出来去市剩，你看咱今天那剩都完了疙瘩子吧啊，剩是俺俩回来洗洗了以后，包到这个袋儿一大袋儿，现在都捆走了。你想我心里啥话？每当我很苦的时候，就在心里都默默的给我母亲唱。他们有人经常说这是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每一说起他我就在哭，哭了我就在那个吵，我心里在吵。后来我爱人我孩子都劝我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作为母亲不能这样做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换个角度说，谁的孩子在那儿，你就不要捅这个事情，你恨不得给那个领导说好话，你不应该去把这个事情越弄越大。就像我昨天说，我说他要对那个农民的病人都特别的亲，他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。就我正在做饭，他就会把农民引进家来啊，他们今天在这儿吃饭。他就这么个人，他永远是这么个人。具体他为什么是这么人，I don't know。是这个样的，给几个，你给我扶扶吧，我实在没劲儿了。来，我先吃了。不是，这个都站起来，都站，这都快了，都说到这，谁想拿谁拿，反正快了又来了。那不是不是二号都差不多了。啊，你不知道那个上菜多会说瞎话，主要是那个不是他说瞎话，是那个宋玄涛驻马店的是书记说瞎话。他说吧瞎话，我开始说，我说他说一个人每年发那个8000到10000，我跟他说的是一个人发10块一个月，一年120块钱。我叫他，我给他这点那儿啊，俺俩都够一来了个点的那个啥美国那个指引。老是说瞎话，这人我死了以后，我们人都处理不到味儿上。我回来跟你说我的计划，咱哦，好好，咱回来跟你说。他比我大不多，他去世了。如果我要死了以后，这些东西扔到这里，找不到阅读者，我把它都送到边区的图书馆去了。昨天一个省包了15包。这大，两个是状元。好，看看吧。
我记住咱俩经历十年。哎呦，那会儿现在那会儿记住的心情跟这不同，那是原来真要的。这是我主动记的，这一次记书的话，我是怕我死掉以后，这些书没地方归落，是吧？送到村里以后，他们能传着看。你像开始就在文楼，我刚打开的时候，他给这一本书能看烂，他还看。军情急，征兵宣将，我的父，在军机就该报边疆，见军帖不由我都在心上。五年来的年幼，怎地胡浪？满怀的忠孝心来回扬，要替父去从军，不用商量。赶紧的吧哈，在我的，别急。提起我的小学生涯，我记得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，那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一年。那时，我的妈妈生病了，爸爸难得来回跑给我妈妈治病。几乎把家里的钱全部花干了，老师天天问我的学费什么时候交，我总会跟老师说，现在我家实在是没有钱。我的妈妈刚刚去世的那一年，我就十来岁，就已经懂事了。爸爸干活去了，我就在家里学做饭。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，看到我已经把饭做好了，我就很高兴。他说，华玲，虽然你做的不是多好，但是爸爸知道你很懂事，你是想帮爸爸干些事情。就是从那时我做饭就越来越有进步了，我觉得我以后就可以帮爸爸做饭了，我好高兴啊。知道这里埋的是谁吗？姐姐，她9岁，她9岁半都死了。你今年几岁了？4岁了。哦。来，放到这个里吧。看见。给她磕呀，给她跪呀，磕个头吧，姐姐，好吗？太脏了。没事，搁地上，搁下边跪呀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我磕一个头。啊，磕一个头就完了。妈，别哭了。妈妈，对不起你。妈，别哭了，听见吗？妈妈，对不起你，孩子。妈，别哭了。妈，别哭了，行不行？妈妈错了。你是妈妈的好女儿，妈妈太忙了。
妈妈为了你们还有很多的孩子感染这样的病，妈妈为了这一班的孩子还有一班的妇女，妈妈在北京天天跑上访，妈妈只要活一天都把这个官司打到底。孩子你能听见吗？好乖乖在那边听话，你没有病了现在多好啊。现在很多的孩子，有八个孩子都感染上这病，在受着病还没有药。你想想妈妈在找，在很多的地方去找儿童的药物，你们这一代孩子在吃罪了。你说你们这一代孩子怎么敢让这些没良心的医生，很多的孩子都找不到药，我去，一直在跑这个事儿。妈妈怎么？妈妈过两天又上北京上访了，妈妈会处理好这事，妈妈会看你啊，妈妈会来看你，孩子听话啊，在那边听话。给你很多的钱，这一次想买啥你买啥，你好吃零食，好喜欢穿新衣服，你买吧，等都花完了妈妈再给你送，听话。奶奶在家六十多了，六十多了，一个浑身菜歪，养羊给他来看病，看病这羊已经偷走了，就哭着嚷嚷，这点法都没了，这不能，这边都搬了，这不就上这来了，都是艾滋病，家里都是一个一点法都没了。自己给他输液，啊，输液打打针。自己买针管。啊、哦，是的。他妈也没学过。没有，没学过。他妈妈自己给他扎。自己扎。输一次液就在100多，搁家里20-30块。自己给他输液。海楼发烧，俺妈妈去医院，敲门没人开，然后俺妈妈去骑羊车。那时候是冬天，俺妈骑羊车去找俺爸找一圈儿没找回来，俺妈妈自己都拿针管弄点药给我打针了。没事，好，抱，看奶奶抱，他不会的，抱，他不会。这手术几天了？四天了。是心脏手术。这孩子2岁半。今天那个孩子呢？今天那个孩子已经13了，今天过来那个。再坐一会儿吧，我以前我也没买过鞋，我就从1995年跟安装鞋站安装过，买以前我从来不去买鞋。就是孩子小，带孩子。90年买的最多。第一次去买也难受的很。整个抓了一都过去了，翻下来我都不知道，难受的连黄给滴天了，一抓好多，两边都没有抽完，我都晕过去了，我害怕我晕的，我也没有打针，你说长得那都不肯打针了，是吧？一晕过去了，掐着我掐我的我都再掐过来，掐过来的时候我这我掐的都可沉可沉，一个手术都晕了，掐的重，哎呦过来了，难受身子拔不出来，也好多我的身子拔不出来。当时那卖鞋那抽那鞋，叫你自己你看你还害怕，他就是这么长这么宽，两个袋子，他这个针都扎到你这个上，让你给你一个正常一个小木头轱辘，让你挪这个一挪这个鞋出来挤，一挪一个劲的抓，叫你还抓，一鞋劲的那个两袋子能抽的慢慢的这么长，800几，他佛是800几。
都有一千，他那个袋子不标准，大得很啊。他如果他拍拍打打，有一点空隙都再抽一点，有一点空隙都叫你再挪两下。他抽过以后，他把血浆提过以后，他就把血又给你打过来了。把血浆提过来。我跟他说，我不要不要。我不要不行。啊，我跟他说我不要，不要他不愿意。他婆婆自己家里面两个儿子、两儿媳妇、闺女、妹婿，全都被感染了。老太太也是，但是她自己现在就是不说。她光吃人家那个，她四个闺女，三闺女跟养一个，跟她姐这个也是，她不敢跟人家说。你不跟人家说咋了？两个大人都是，孩子还是。两个小孩都是，那女孩跟人家了也是。你跟人家那咋办？没有法，要不我气的我那女方家你有法没？钱不看了，到你看没做完呢。他那是省工作组驻村工作队，他们当初也害怕，就是艾滋病万一能传播太狠啊，他不敢进入我们村住。他建立这个办公室距我们村有将近一华里那么远，买了二亩多地，又花费40多万建了一所他们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屋。那他工作咋做？还得进村呀？他没有进过村。那怎么调查？怎么工作呢？那这种样式，这种形式，他们没我们村里没人来，他们亲戚没有，他们在这儿，在我们这个现在盖的这个公寓里面，他也不敢再住，一个月不来一次了，来一次就是盖这两三天又走了，又回这个省了。省里的干部。哦。他一个月不能搁这住三天。OK， 听一下工作。爸爸叫啥名字？叫王云云。还记得他跟你说的话吗？不记得了。记得他长什么模样？不记得。都不记得了。爸爸去世的时候你几岁啊？他才15岁。15岁，才5岁。你记得爸爸当时在这个房住哪个房间？住他屋里。在那个屋？住这个。那我跟你走，爸爸在哪呢？这你爸爸住的屋啊？嗯。嗯。你妈妈也来住这里？嗯。那你住哪里呢？我也住这里。你也住这里？哎呀，我到那儿，我说李处长了。哎，李处长俺爷还那谁能这一个床断了，这三姐叫他来。你们得问一下，应该是。这一家有多少口人去世了？算起来。4个人，还有个闺女。六口人。5个人，上四个就没一个小的。老伴也去世了。也没有了，老头也没有了。不留着老婆都迷了吗？我也知不道咋着了。一说有人，我都吓得心里呼的呼的，一惊乍惊，我弄那了。这个家庭支柱都没有了，你几个儿子一没有了，你管吗？几个？那几颗药啊？每一次吃几颗药啊？吃一个，吃半节。吃半节。嗯。一片吃半节，吃两回。每次吃几片药？吃几种药啊？就吃这一种。就吃这一种啊？这药哪的呢？
买的。哥，不是免费药啊？不是，买啥呢？买你嘞，530。哪有钱买药呢？生活费。生活费买嘞，攒两回买一瓶。攒两回。你的生活费啊？嗯，攒两回，两次买这一瓶。买这一瓶药够吃多久啊？1俩月。政府的对我好完了。瞧见他县里来了。哎，我那个大，哎，咱工这里来了，看看俺的床。要不是政府，我说没别的药饭，都是说没别的药饭，我也没啥材料。恁那年也没这材料去了，嗯，成年不我都那样。到这来，不给我一个钱，我两个钱啥也没啥，是不是？我指望政府，靠的政府吃。小龙头，好看。有意思吧？药费不够用了，生活费不够用了。县政府作为卫生局，对我们双面的艾滋病啊，一点关怀的思想都没有。我家药一点我一颗我也不吃，大不了就是一两点的问题，大不了他死了算了。这几天没一个不是的，这后来都是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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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他这药干了，他证明都是他为家来，为他是为那小厂出来，他不是因为一个因为大厂因为这进的药，他是为啥都是这是卫生局都以目前实力就是叫钱他老子出来，啊，他因为他为了他的钱，他管你病号咋着咋着，是以前病号他不管。当时就是在这儿，当时就在这儿。每天有多少人来？每天都上成千，几百口子，连外出的都来，都在这排队，这人都满。这个房子挺大的。是西南，是我们县开的，是我们县中医院开的，他挪到这里。我们中医院一个协头，现在还是院长，在我们县中医院院长，是他挪到这里开的。搁这里采的采鞋，外地好多过来上这里卖鞋的。你就是有什么病，肝炎嘛，什么都不检测，只要是来到这，就是你交5块钱的单子费，他就给你一个采鞋单子让你采鞋。里边有多少张床啊？床有40多张。一个小屋里搁几张？一个床上就停3个4个。像我们从南到北这个街道，家家都是死人的家庭，都是去世了，有的去世2个，有的去世1个，路两边基本上每家都死人了。我们村也是一个重发群。有多少村民呢？一共有3000多村民。死去了200多，现在感染者也将近400人。从哪年到哪年啊？从2000年吧，2000年。到现在？到现在死了200多人。很多病人并不是他死于艾滋病，就是说当时没有药物，也没有钱治疗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说忍受不了了，都是自己就是说服药，服农药了，又服那个原来那种耗子药了。服好的药是非常，是非常快的。服用吧以后，个把小时甚至10来分钟，都死去了。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自迷了或者他家人知不到的情况下，就是拿根绳，自缢的很多。我们自缢的就是说，截止到目前不下于36人，服毒的也基本上跟这个数目差不多。那时间我买血的时间，我女儿
才三个月。是母婴应该没有，正吃奶，两个都入学了，还需要钱，那时候学费还得，计划生育还要钱，供粮。叫什么看的不是？哪月的？出去打工的时候多大呀？13岁。你当时那么小，怎么跑？想着跑出去了？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比较严重，也不想去上学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我妈没在家，好像是去住院去了吧。你跑出去？嗯。出去以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因为那时候是，到那里什么都不会，都不会嘛。还在学，一开始吧，他们不给工资，干了有两个月，他们说那工资吧是，到年底再发，所以就那。你妈说你还把手伤了是吧？怎么把手伤了？那要熬夜，坚持不住了，干活的时候睡着了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反正比较困，就是挤着眼在那干，一下子上去了。当时也不知道疼，就知道捂着手，眼一手里面全是血。后来你怎么想的回来了？我爸爸告诉我，家里边也不收学费了，他让我回来上。工作了一年，大概。赚了多少钱呢？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600块钱。这也是一个种发村嘛，因为这是五个一工程，自来水啊，路就是有路啊。你当时出去打工的时候多大呀？13岁。你当时那么小，怎么跑？想着跑出去了？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比较严重，也不想去上学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我妈没在家，好像是去住院去了吧。你跑出去？出去以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因为那时候是，到那里什么都不会，都不会嘛，还在学，一开始吧。他们不给工资。干了有两个月。从娘连个电都没使过，那年都参观来了。老头去看，上俺这房一仗，都来看，先照顾俺100块钱，看老头没白着了，这俺才扯个小灯包。你说这李霞，年头里都叫俺的名单儿。腾走了，也不知道啥情况。你这政府的管不管？呀。哎呀，谁知道这个让俺老天爷。好多记者都想过来，但是有的不敢过来。有时候都是跟我们联系啊，让我就找一些村民，找一些这，为了让他们来出行方便一点，没什么危险，都是有的头都是让他们接过来，领到几家到那看一看，采访一下，我们再偷偷把他们送过去，都是让进来的。就是到最后，要是让政府知道了，你们哪天上你家来记者了，是投靠你来的，他都会找我谈话。这个还是这两年的事啊？就这两年的事，一直到现在就是这。我们政府不断找我谈话。你那包呢？
张国富他就是基本上病发作了，去北京佑安医院去检测一下身体，那实际上是张科那边在那里就是要收一些病号，在那里去检测住院。到那个去北京的时间，他已经检测不让住院了，他的 CT 值为零，他就很心情上很难过。他说我无论花多少钱，我就在这里留个营，给孩子们带回家，在那里照了张照片，照过以后没多久拿到家他就死去了。就是我有一次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浙江院第八医药公司门市部发现了这个转内艾灸外围病人服用的300毫克的革兰素维康集团生产的这个拉米福定，我们感觉到很惊讶，摆在他们的货架上公开的卖，不应该卖的，不应该卖。为什么不应该卖？因为这个它都是全球基金的钱买的，因为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没有授权中国各大制药公司生产，在中国战略也还没有放开。就是说这是进口药，是非卖品。对，非卖品。在中国拉米福定是比较先进的，就是2005年嘛，我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控司司长郝阳就是交涉过，他们卫生部他们说，如果你们浙江卫生局把报告打上来，我们有充足的拉米福定供应你们河南这个中原地区有艾滋病感染者，有艾滋病人，我们接不到您的报告是不能供应你们的，这都是利用全球基金的钱买的，一定要节约这一笔有限的国家有限资源。有证据吗？我们就是开的有发票。是发放的？是免费的。结果你们这个地方有人在卖这个药？对，正常在四方县人吃不到，而他们却公开的摆在浙江县第八医药零售部公开的去卖。花了多少钱？1200吧。我就按中国的零售价是1350。记者到上面来采访，不采访这里边的事人家都知不道，你藏过的都知不道吧？你一知道了，你要搁往你这捐献，你这不都不知道，他不叫来不叫进，你来一个都打跑了，来一个都打跑了，就这个劲儿。这打过记者吗？打过。咱们凤凰卫视台的，我也给我打。就是来我记者的村里全部都80万不交钱，那你都八住，不交喂，不要俺这喂，俺家都等着几个人看着我。我省一县一来了一些领导，来了一些干部，想在我们村诊断，跟病人就是坐在一块，也想了解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们都被看守住，特别是我们家。你就是动就不让你动，让你在家里不让你出，你家坐上人坐着跟你聊天，你说话不让你出门。那到最后死屋里找不着都没拍，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都挺紧。13岁都开始腰这开车了，那小孩儿。一个孩子才13岁，就去帮助了，就是老来下地干活，就是在这个忙手中的时间，开着一个农用三轮车自己学开，不让他爸咬车，自己用咬车都自己。打电话说都是说叫家里照顾好，叫他爸别干活。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？去世的时候30多岁。三十。就是到夜晚12点那天，就是她的丈夫瞌睡了，受不了了，躺在床上睡了，她自己就拿个绳子，去偏房就是屋上，她自己去上吊了。天明起来的，她家人就是找在床上找不到的。去院子里一找，他在那里就已经死了，上吊死了。2002年，我们地条上有一行书，就卖了2000多块钱，2000多块钱不治疗一个月的。去卖条书，我几天我都不好吃饭，他整天在我床边劝我都，
没有你这一个家庭零散，他说要有你活着，我俺们曾家唯一的希望，曾家第一眼就是看到你，要没有你，俺爷几个还咋活的，咋过。他经常说我这样的话，在他的鼓励下，我才坚持活过来，活到这儿，就是再艰难，再那再难吃的药物，我听到有什么药物能治，我都让我吃，我都吃。他老跑，所有的事现在我身体现在还可以吧，所有的事家里这些事都是我来处理。你看别的村子也有一些干俺这吧，需要做的工作吧，需要做的事情吧，有的打电话让他过去，有的来叫他，喊他过去，经常跑。为病人的事。为病人都全是为这些感染者跑的。啊，孩子站票。俺爷都熬夜，站也站不下，我也坐也坐不下，火车上满的很人。到俺坐到那星期一那样，下了火车，俺就找个小旅馆住那了。俺住那歇一天，到天明，可能有十点多吧。俺上卫生部了。上卫生部，俺又不懂嘞，咋的上房？俺的意思是，有冤没有地下深，有苦没有地下出。不知道他去上北京去的时间，俺不知道。就到北京，就这一次到北京，也不知道啥原因，把他拘留了。你们怎么知道他给拘留了？俺张工镇的通知嘞，又下来拘留证，把拘留证送到我家。下了车，俺说的走到就进卫生部，那条公安人员他不叫俺进，他不叫俺进，就把俺拦住了，把俺拦住了，俺就站在门口俺了。那他那当时他那里头有来回趟的过的车是不？有卫生部来外出的，还有来里进的。他说俺挡他的道了。西哥说他说恁都健康的，他说的恁早过一会儿，晚过一会儿该咋来？俺那生命都有限了，你看那沉嘞。就是说的那公安就拽住他，俺就躲到一旁了。我上公安局去，到公安局一问，公安局的门口挨着挨，问你就问不着是谁办的案的。那接待室的人吧，算是出来一个，他说他49岁了，他出来一个他就叫俺填表，填你家乡居住，姓啥叫啥。你说你把俺居家老少治的这个账，把俺人家都治死了，俺这上北京上访合法不合法？俺是违反国家的规定不违反国家的规定，你要是违反国家的规定，俺就不上访。那到第二，俺又去上卫生部，上卫生部也是十点多去的，去俺就走到那卫生部那个接待室门口，俺就蹲那了。而卫生部又出来人了，他领导商量好了，能过去吧？他说过去跟他说事儿。到里边，俺那乡里领导、县领导、乡里第一把手。有公安局的，还带着防暴衣，还公安局长，还有县委书记，各个乡镇的都去了，也得去有五六十口的光目。他说那你攻击国家机关了，你攻击国家机关，我你啥证据？他说人家捏了有录像带，我录像带你可以叫我看看，那可以说他可以诬告了。叫西哥来，西哥说，他说的走吧，回家吧，给政府个脸，他今个说不好，明个再来。这个是新方局就办了，就叫老百姓上访了嘛，就给老百姓、给共产党、给社会主义、给国家构成一个窗口嘛，了解民情了嘛。为啥俺不叫俺上访？那俺就回来了，回来他把俺几个拉公安局的去了，俺几个拉公安局的，他就叫俺填表，他说又问谁组织的，谁组织的俺、啊？连个政府逼的俺，他不操俺又不亲戚，俺都上北京了。他说那越级上访。我县政府来多少趟？俺跑多少趟了？我说的，你在新房俺来多少趟了？我说，是市里没有去过，是郑州没有去过。我说北京新房局俺都去罢了，到这儿不敢出的事儿。我说你还俺越级上访了？俺哪个越级嘞？俺院子那不说、啊？哎，他还别说这，他这领导的事儿，他俺问问的，你别对俺发脾气，咱一无冤二无仇的。他说，拘留证上你为啥不签字？他这事不必要你知道，我你不叫我知道，你叫谁知道？他是保密的，我你保密，你一月拿多少保密费？你是多少保密费？你当然等那乡政府的副书记、安书记，去了，还有俺派出所的所长开的俺乡的警报车，
把拉到那中医院，俺跟他挂吊针呢，叫挂上吊针，挂你的右曲子了，右曲子了，拿个啥条叫我签字的，我说要签啥吊针嘞？我说你给我念念这啥内容？我说三门四不字我都签字了，我说那写这字我又不认呢。他说我给你念念。他说哪个人啰嗦啰嗦的念的是不？哪个人说你别啰嗦了，就这一句话主要。他说的抬腿警告，不要你再去上房。我说那院子都不能再上房了。他说你签了吧，签了吧。他说的我一想，你签了就签了，签了的你也耽误我上房。咱厂院一七八十个人都输上些感染，以后感染吧以后，你逮捕几个？卫生院的卫生局里逮捕几个？卫生院的先生逮捕几个？真正犯法你咋不逮？真正犯法的逍遥法你咋不逮？如果说俺拿这750块钱不输上那些，儿媳妇会能逮这样病？我能会技能回去借钱？儿媳妇俺儿会能逮着脑震荡？我将来会过的里他的一十八爷都是这样。现在俺县是64个成人，是4个县下的，冒着60个是输液的，10个儿童，20个死亡的。俺给他天天养养，说俺早早着急了。他说的那你光瞎养养，他说的那咱现在就帮13个人，他说这也得60-70口子了，光那就吃这13个人的标准，他说能上哪给他弄钱去？批钱都没有批那些人呢。俺说那不给他不敢来上报啊。他说他报到河南省没有报到卫生部，他跟俺就这说的。但是这个治疗问题，它确实归卫生局管理。这个儿童用药，如果是没有，应该哪个单位来处理这个规定？像我又比较特殊，比他们又好一点的是，现在能找到他们能用药，但是这往返的车旅费，咱确实是承担不起。这个问题应该是哪个单位？别撸了，呀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10月份。10月份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在网上认识。告诉父母没？告诉了。都知道。父母怎么说？同意了。他们过不过来？等我爸会过来。你爸会过来这边？国庆。哦，就过去了就应该是吧。那你将来工作怎么办？能调过来？我工作辞了，过来再找吧。打临时工，找个临时工作，还得做个生意嘛。邓俊，你真有本事。什么本事？能习惯吗？这几天可以吧？没什么。你看上段军啥了？你看上段军啥了？我，挺好的人，就是脾气有点太倔了。脾气不好。段军，你看上小李啥了？对人好吧，温柔吧。那个，错。搓蒜那个效果最好，因为没有那个，只有用刀这样。那个中医里面呢，它都有记载，中医那个药剂是那个《本草纲目》，以及那个样书上。就拿这个敷在患处。敷在患处，对。一块。面积师傅，你不怕呀？没有必要害怕，
因为艾滋病毒它是不通过生活传染的，它是通过那三种途径传染。你的皮肤，你的手直接触及到这些患处，你也不害怕？不害怕，我经常和病人就是皮肤接触。你也不害怕传染？不会，自己身上没有伤口，在他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是不会的。有火呗，你在这网上你也可能拿。对，吃那个是那个多盘里酮。是怎么回事？吃了以后就说难受、呕吐。说是假药是吧？对。后来查出啥没？查出，他们从中做的手脚，你查不出。那个药就是一捏就是粉末，一抠出来就是粉末。我现在放的还有那药呢。他是怎么去？当时他们是三块多钱一边进的，就是卖给我们就卖了16。你说你去国家药监局举报了？举报了。有结果吗？我前天去北京去了，他们的结果就是说还没做出来，就是说我拿的药剂太少，他要逐剂一剂一剂的做，但是我放着了，他也有接收单。那你待会儿回来吗？回来。我说小段不来，你从走路看来他真是的，那脾气哪人都有脾气，不来，我都接触一年了，我搁这一年了，真是。啊，就打电话来，我妈打的，她就说我爸病了，很动不了了，要回家，她就不想要我们结婚。然后昨天我跟段军都没睡，就哭了一宿。开始我爸不知道我有病，我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他担心嘛，弟他就特别不同意我来这里。他说太远了，这里又穷又没有钱，而且段军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然后后来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然后我就跟我爸说了老实话了，但我没跟他说段军有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就说段军那不嫌弃你啊？我说没事的，我说我们两个挺好的。七哥的事儿头一天出来他不知道，我都知道了，因为他邻居给我打电话了，我给孙亚打电话叫孙亚去打听。这一次开会，如果在开会前他不把七哥放出来，他们真的跟他有刑，非政府组织准备搁大会上掀。是哎呀，他不让看短头发呗，这个不让看，这个大个的，你看这高老师，你瞅瞅他的脸上，你瞅瞅那脸也是这样。嗯，他脸是肿着的，不是真的大。腿上全血，血小板减少，血小板减少不掺血，血小板。拉肚子不是？不拉肚子，好少。拉肚子拉不拉肚子？那你说这从2001年都开始了？2001年。输多少量？输两次，好像输4袋嘛。一次输多大量，你知道吧？2小袋。多长时间起皮疹？输过以后回家，没多长时间，量都开始起小疙瘩了，小的那。最大的疮有多大？最大，这两个都露着骨头。多大？那个疤痕证明那疮子有多大？啊，差不多。
政府现在承认慢些是局部的，对，局部的啊，现在都得到救助了，输血就不叫提这回事儿。您现在收集多少粒了？啊？您现在收集多少？30多粒了，我准备收100粒。这100粒好找，光输血呀，我不要输血，就是输血100粒也都好找，100粒、200粒都好找。问题是利息搁到了，利息搁给几天我送我10粒8粒的。我给你收集。我们那也有啊，我那大人也有输血，有的孩子剖腹产那一块儿。啊，对对对，剖腹产子宫切除宫外孕。啊，是我们那都有，我们大队都有。还有车祸啊，对对对，车祸有，一般都有，都有证据，还有一部分人有证据的，还啊，都有证据。现在还有证据的嘞，主要是人和照片。啊，对。我跟李西哥说了好多次，我你把照片我拿来，他光拿了好多材料。不过我都写上了，谁供稿谁供稿，我都写都了。如果不是这个肾间隔缺损了，或者心肌炎，或者还想需要换心脏，如果换心脏，这个手术费用太高了。那是，换心脏得几十万。他说你的寿命里有3年，你只能活3年，在3年之内还得长期服药，3年之内你还得去换，你有钱都20万换一个心脏。现在反正别人也别告诉他了，也啥话都别提了，这都在家嘛。小尿病治好，好好上学哈，长大以后咱也当个医生，行不行，乖？啊！我不想接受这人家的劝你，自己没有本事。我以前都是那个力都苦难，你不知道。自己没有本事给小孩瞧病。你能不能哪个都跑完了？我你给我送点钱，对不起，扇我的脸，但是我不想跟人家说，我谁都不想跟人家说，没有给哪个部门啥的提出捐助嘛，给俺免费治疗啥，没有，我不想叫人看不起，不想叫人看不起，现在就是没有办法。我妈妈，就是我喝了我的酒，我也是累都苦干，我干着政府部门，我整天也是一天一趟的去跑，也没能得到解决，也是世界上有一些好心人，他帮助咱们。房子我可以不住，我可以在外边打工，可以租房住。我想3天了，我不能没有孩子，我把亲家已经当残障车，为了孩子，我不能没有小孩，你只有这一个女儿，我不能回家。你长大想当医生，为啥？也帮助别人，给别人治病。不要钱，是不是因为咱把钱都花完了啊？有时候俺小孩说，妈妈不知道你做啥孽了，你叫我带这样的病。我说我没有做啥孽，我瞅见人家老头老婆上炕的还怎么的了，我都是帮人家，我没有做一点，没有做一点坏事，我。那我咋有这样的病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从小我连针都没有打过，我不知道你咋有这样的病。
没事，他好受一点，他都给我贫嘴跟我说呀，妈妈，我的病瞧不好，我也不怪你，我生的时候我捞住你的手，我在那里给你们找，你们找我去，在那病那找，今年前年也办北关，对，嗯，你说咱回去吧，又上北京一份来，上浙江再做一份，你别慌。他现在办事，心脏啥就现在。现在就是心脏。心脏没问题，他就是在有紧张，心脏没问题。这好了都不好吗？好了不当，你上什么了？咱倒霉。到。这都下不下门了？别碍事，你找你。走。就现在他灵性不巧了，他瞧不起他，他瞧，连机会都没瞅嘛，你看。像咱们村里的这家庭碰到这样的事儿都没办法，那想啥能办法呀？你想想，那等死，他这不等死吗？你也看到现场了，你看那闺女，你怎么没拍片子呗？你没看也是等死啊？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？为了糊口每天早出晚归，泥土一样颜色的脸上落满了臭味和风霜。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，只体验过拖拉机的颠簸，从未想过跑跑车的舒适，大家流亡了一座城市。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，一过几寸像一年的雪飞，仍在义无反顾地走。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，最喜欢儿女灯前的鲜花，放下一天的操劳，享受一个短暂的温馨。然而现在那颗大葱永远卖不出去了，柔弱的生命怎能民政局给盖了这个房子是吧？嗯。我现在我没有点心理准备。假如说我的孩子是如果是输血，因为这我绝对不会给医院拉到。就是啥吧，现在我一切都是啥，我不可能说现在落个人财两空着。钱花完了，我孩子落不住，我肯定就对这个社会我都不会放过。我闹，我啥都闹。我是我一直不敢见上去，怕的就是这个结果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要这个结果。你不想那你也不能说不见他。嗯，你不见他能算呢？早晚都在见着。艾滋病。咱们这个村有多少哎？多少被这个病啊？多少这个病？咱这个村有吧？这个村多少病啊？那我就是嘞。嗯。这俺嫂子。嗯。也是卖血啊？啊，是嘞。是哪年开始的？啊。1990年开始嘞。我就是卖的晚，卖的是都最后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啥时候。在哪呢？在哪里？在浙城县。浙城县城里。嗯。很多人是一年了。
大姨哪天回来的？昨天了。放了。走吧，走走走吧，快点子。走吧，走走吧，快点回去。是城关派出所的还是？他没有天面上的。不知道，没有，不知道是谁。谁？俺就属于是城关派出所的，把俺押过去了。来外纳闷俺，他也不问你，不管你，你跟那里头吃肉塞塞着吃的呢，他也不问你，不管不问，就不用你。这七天，他十九号晚上你就在里面了。啊，就住。换过地方没有？一回都没有，就跟那。就在那一个地方。啊，就在那一个屋里。啊。就在看守所里面。啊，就在那里头啊。是就你们三个人？就俺仨。是睡的通铺吧？啊，通铺就这一个大，就这。对对对，长通铺。啊，这七天他们问过你几次？七天总就问一次。就十九号晚上问一次。啊，那问一次，问先问的就那个西哥妹，问嘛西哥妹问的，就那个那一个。嗯。我当时我难受啊，没问过。到第二天就从红上就比这早一会吧，穿上踢了我。是做了一次笔录。啊，就做了一次。我二十七号了，我签到了二十七号，到天了。嗯。俺几个都叫他的名，他光说一个劲的研究，我都到黑了才叫我出来，他就说。算你，他也没说原因。啊，没有。我住院的证明也还有嘞。都有证据。嗯，有证据。输血的证据。啊，有。那对了，我还有呢。没有要求过立案吗？要求他不给立，他说是国家不叫立他，我证不叫立他不，那俺也不知道，他说不叫立，不知道。因为对，因为我这个白花大学，我这块。啊，从哪来？这是郑东，我们你这不是郑东？就那郑北。玲玲，你哪点儿？你不知道？嗯，知道。举报后审尚不是已发生社会危害性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条规定的举报后审条件，决定对李西哥不予举报后审。那这样说，他不要是不要见我，他说那个办案的有点给低估了。他说这个事情嘛，我们也不当家，我们局里也不当家。哪当家呢？他现在不，他现在是，他是县司法上的领导研究啥东西的啥东西，他就说了这个，给你这个举报后人这个不批驳，这其实不是我们局里当家的事。哪当家呢？他也不知道。省当家。嗯。省的是。他没说。他现在属于部分个人的。让见面吗？不让。连见面也不让。嗯。让送葡萄。咦，啥也不叫啥。王凤英，王凤英出来吧了，都出来了，啊、嗯，就剩西哥自己了。他自己在里头时间长了，他肯定要死到监狱里头。他一会儿都知道了。就三个小鸭子，就一个大鸭子。大鸭子是鸭妈妈还是鸭爸爸呀？不是鸭妈妈。这我听凤英说了吧，西哥，警察给他这样说的，他说给你10000块钱，别上房了。西哥说了一句啥？西哥说了一句，他说现在不要给我谈钱的事儿。西哥这样说了一句，这凤英出来给我这样说的。嗯。你们家属啥想法呢？我家属想法吧，你就是说的一家几条命。啊，赔给你个10000-20000的都解决问题了，那也不现实。你协商，你也有个法，也通过这个法律程序，
你该给谁的该给的你得给，啊，是因为政府造成的失误，你应当赔的，所以这样，你协商也不是说啊，凭想出来的，协商那一个法律程序的，按照民事诉讼的这个法律程序来进行协商，你不是说你政府就逼着俺家人，你现在不，他是政府不，他又不想的解决问题，还是恐怕你再上访，他是这个问题。现在是，我昨天在新房局里，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文件，是上级是市委下达给宁夏新房局的，北京非正常上访人员名单，大致有30人提供的，北京这上级市委给宁夏新房局提供的这个数字。人员名单，他们这公安上新房都说这一段全国上下打击非正常上访的，啥叫非正常上访？你不解决问题，这个是一个一个的，这个问题都积攒着呢。单子穿花衣，年年的一天来这里。要问燕子为啥来？哎呀，他能跟你说，他现在来了。啊，好，一会儿过来吧，欢迎啊啊！总算知道了。他过来，一会儿他过来，他过来吧。我急死了，我想你12点以前必须得过来，有你12点以前不可能不过来，我拿走咱的，拿来吧，拿走咱的那个，哥等啊，我就扒住他，他说一会儿过来。没事，你坐一下。我知道我是输血引起的，我也起诉你。到第2年。6月份，2003年6月份，头一次判决书下来，我赢了。我赢了以后，丈夫又给我接回去了。判决书下来就是我一年一打，我花多少，医院赔偿多少，就是一年一起诉。我丈夫说了，你死你真的都给我死，我没有钱给你看病。我3天搁家没有吃没喝。2005年到现在又不允许我打了。丈夫一直到我不允许打官司，一股冻冷冻到我这眼上，我这眼冻得青的，一下过年，我那眼还都是青的，看不见。不允许我打官司，那都是面临着我就死了，就不能活下去。我没有能力看病，我没有钱看病。恁记者也给我呼吁呼吁，像我这种案子，叫我咋办？叫我自己咋办？卫生部，他1993年的中期就知道。卖血感染艾滋病大量的情况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大量的情况，那么在输血的问题上面，到今天为止，卫生部没有向全国的人民发布公告，说在这个哪一年到哪一年当中，有哪如果输过血或者用过血液制品的这些人，有可能被艾滋病毒感染或者被肝炎感染，那么他们应该去到医疗机构去做检查，那么。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刑法、传染病法和艾滋病有关的一些法律里面都明确规定的，公共卫生部门有责任去做这样的一些调查，但没有做这样的一些工作。我们这些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时候，你们这些人拿着国家的俸禄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他说了这句话，我觉得这话是对的。作为一个输血感染的一个受害者，当李启革在卫生部门口说话的时候，他面临的是一个国家的罪犯。我们有这么一封信，有这么一封材料，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。对，我们就呼吁，就是说要释放这些妇女，这些被拘留的刑事拘留的妇女。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呢，我们建议你们就是说可以每一天给卫生部部长他的写信。他们这不是有那个信那个传给大家吗？就是愿意签的就留下吧，那个觉得不签的就。你的身影正如我的母亲，你的尊严正如我的母亲，你的苦难正如我的母亲，你的死亡让我想到母亲，你用自己的血。
全毁了一桩，现实不知被什么遮盖，高贵的人依然逍遥。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刀兵不起，愿所有的人。是否那也洒脱
南无悉吉利多依摩诃利耶，波罗揭谛，释迦牟尼。